大家好，我是景向龙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延川县杜家窑村，今天和曹英啊来到了我媳妇儿这边的外婆家。今天是正月初九了，有姨姨、舅舅还有姑舅俩姨，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孩，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来祭奠外婆逝去一周年。时间过得真是特别快啊，前年我来的时候，外婆那会儿已经眼睛看不见了，然后就用手摸我的脸，因为那次是第一次见，所以他看不见，就用手来感觉我这个容貌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上坟祭奠一下，我们，我也把外边整个。